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凡事充足，多行善事。哥林多后书9:8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人所能给别人的，并不是自己的出产，而是从神所给他的当中取出来。我们拥有的各样美善的恩赐，都是从神来的。神赐我们各样恩惠的目的，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先有供应，后有要求，是又真又活的供应者与带领者。神愿意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我们，表明神对我们的恩惠增多，神交托给我们的责任也增多了。他让我们凡事充足，是想让我们更加努力行善，帮助别人，让更多人经历神的爱与恩典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你是我一切的源头，我生命里里外外的需要都来自于你的供应。我未曾祈求以先，你已为我预备了丰丰富富的恩典，让我的生命与你连接的时候，在你的爱里，我凡事充足，永不缺乏。主啊，你赐我各样恩惠的目的，是要叫我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借着你丰富的恩典，你赐给我多行善事的能力，让我在世上的日子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有一颗愿意为你摆上的心，就求你开我属灵的心窍，让我更多看见你所赐的各样恩惠，扩充我爱心的服事，让我成为你祝福的流通管道。你的恩惠在我身上显明在所做的一切事上，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，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祈求，阿们。